我们今天要工商的游戏是《仙剑奇侠传》，一进来的画面就会有这个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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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气的动画，再给各位看一下。来，这个聊天室的大家们，请你跟着我这样做，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然后呢，这个点选这个聊天室当中的连结，先点下载，然后拿出你的信用卡来，储值，好棒棒啊，就这样啊。要不要简洁有力？不要再讲份作了，再讲份 game 我就生气了。他现在开到几啊 ？S 2了。天亮了，哎呦，可是我听不到声音。出手游不如出七代，他有说要出七代啊。姚仙那天有讲，他好像在准备了吧？好。我现在要先做的事情是，我要把帮派清空，不是清空，我要把帮派变成这个聊天室有玩这个《仙剑奇侠传》《仙胖奇侠传》加入这个帮会的人呢，跟我说一声，我把该踢的踢一踢，不是正常人的我把他踢一踢。这怎么已经有人两天不上线啊？我们是精英工会，怎么可以人？容许两天不上线这件事情，有没有你的 ID 跟我讲一下，我把这个其他人踢了加你，好不好？我这边一堆人，我跟你讲，我这边真的是一堆人，这么多人想要加我的工会，我不让他们加，直接清掉，好不好？只加你，我人最 nice 了，是不是？好香的酒啊！趁他们不注意，我先尝尝。有没有 ID 的？马东佳佳，哦，就是你，好，我把该踢的踢一踢好了，这种菜比巴的我先清一清。你看我们这边有49等的精英，哎呦，你怎么45等？给你一个精英，哎，精英满了，不然你当我的这个，不然你当仙女好了，仙女，不然你当仙女好了，好吧，我把他闪踢掉。两天不上，等级又低，踢！哎呦，我怎么把他禁言了？到底在洗三小啊你？你就慢慢洗，烦死了！你看，一下就这么多人了。喂喂，傻丫头，这个不能吃啊！真是坏人！白痴，谁打过来？啊，算了，这是你的电话，又不是我的。为什么会有人打过来啊？等一下，我先调那个飞行模式好了。等我一下。一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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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有人有 ID 吗？大鱼打给我，白痴，不可能，别傻了。终于开牌了，安安，只是你，我现在在工商，你没有办法看那个。我们先，还有谁要进的？香港，你可不可以 tag 我啊 ？tag 我，我才知道你是谁，好不好？摸粉玩仙剑，我在学徒啊！你加进来的就先等一下。雨希儿啊，雨希，还有谁？孤星夜月，还有谁？摸月半月半，到底是啥小 ID？ 没有啊，没有你啊。哦，有硬兔兔，又帅又强。怎么那么多人？
波死487，不是你自己要申请好不好？哎、欸，抱歉，满了。我再踢一踢，等我一下好不好？大家聊个天好不好？当自己家，大家聊个天。这个等级太低的又太久没上的，我就踢了。喂喂，傻丫头，这个不能吃啊！你没有心，在仙剑上面，只能说我们不适合，不是你不好，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等一下哦。怎么那么多天没上？好，我清了10个位置了。魔镜崩坏，哪一幅？一幅，一幅 S1。还有什么？艾斯凡特。学徒不能领奖励。这很麻烦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尽可能就是先让等级高的变成这个，不要学徒，因为好像有人，好香的酒啊！刚进来的时候是学徒的关系，像这种什么45等，然后还是学徒的，五告扣脸，送你一个仙女。因为你有破40等，应该是蛮认真在玩的。因为像帮主自己才39而已。为什么还有车夫啊？这样才可以，好像这样好像才有办法解任务的样子。好，我们先把这个该加的加一加，应该是这样子。Wins 在哪一个伺服器？我不知道哎、欸，你要去当卧底，你可以升一下帮派等级，可以升了吗？哎、欸，真的可以升了。好，我升了以后，然后呢？他变怎么样了？白痴，3个小时后，好，3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再收更多人了。好，我们先把这个收人处理完。好，先暂时这样，大家不要太紧张。等一下你可以私讯我，好不好？这款游戏叫做《仙剑奇侠传》，就是大宇本身自己出的。就昨天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部分呢，就是教你怎么解一些每天的事件跟任务。像你现在卡什么主线啊，然后像我现在卡主线的等级，就是你要去解支线升等，这是很基本的。好，我们不多说，不说屁话，我先把我秘境探索按一按。然后你这个秘境探索你平常就可以挂着，比如说你像一开这个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宠物培养材料吧比较好，反正就挂在这边4个小时。这个好像是送别人的，增加好感度的。然后这个是也是增加好感度的，你如果要淡淡的话，要花钱的样子，对吧？没差，就这样放着。什么大鱼。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好像没有特别的活动，嗯，你如果要确定活动的话呢，你可以开这个活动日历，它上面会有写，像早上11点有什么，然后中午12点半有什么，晚上9点，我现在几点？7点51分啊。然后这个游戏其实没有 VIP， 所以你不用那么担心什么被 VIP 的屌操。对，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可是我问 Duke 说，他说你到60等的时候呢，才要花钱。对，所以我觉得距离各位宅宅们玩到60等的时间，应该还是有点久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基本你在60等以前，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好，然后每天上线呢，就把该点的点一点。然后记得要想办法让你的活动活跃度就跟一般手游一样，让你的活跃度越高，你就可以获得越多的东西啊。你看有人一直在送我花，你看我现在花花，我的花有多少我不知道，找哪里看，他妈一直有人偷看我。我先去升40等好了，40等我们就可以点角色加点，
再点给大家看。居然不能当台战，这么想当台战是不是？他们有 VIP 等级欸，老实说，我还蛮意外的，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啊！然后呢，他的故事剧情昨天有提过，就是仙武的背景，像是江云侠，就是那个垃圾啊、江大侠，就是鬼，鬼族吗？还是鬼还是魔啊？魔吧，魔族啊，魔族讲错了。然后我现在玩到的剧情是，他被发现他是魔族的那个身世，然后大家在确认他的背景，然后他自己很犹豫，他自己到底是啥小？对，当然后面就是他就是已经那个堕入魔道，你可以这样讲。什么胖子出来？到底是空山小？不要讲，不要吵。堕入魔道。Duke 玩手游不会被学长打吗？啊，那个我认识的 Duke 是大概是你们认识的那个 Duke 的四个 Duke 左右 size 啊，这样讲你可以懂吗？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个 Duke 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Duke。好，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剧情。像是这边应该是翠儿跟那个雨柔，对，翠儿跟雨柔，反正我是习惯按跳过了，反正只要跟我讲到哪里解什么就可以了。他没堕落吗？有吧，我觉得他是堕落的，他后面才有。不要咬我，我要自己玩。好，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小蛮，小蛮就是仙舞的第二女主角吧，我自己感觉她应该是二号。好，小蛮生气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生气了。然后通常我是开自动战斗，可是我现在这个等级好像有时候开自动战斗会输了，所以建议我可以按手动的给你看。好，等她这一回合结束。他的战斗模式跟仙剑一模一样，就是采取回合制，然后可以释放啊、法术啊、召唤啊，或普通攻击。谢谢订阅，感谢你在攻上的时候还可以订阅我。然后像他会有基本的防御、逃跑、保护、召唤这些技能，然后你每回合只有30秒的时间去下达你自己的指令，因为你是摸大侠的关系，对。然后再下达这个灵宠，然后剩下四只是你的仙侠，所以它会是自动攻击，你不用控他们。他没堕落，只是想复活他爸。好不，好不。摸死好胖。好，然后我们先变身等，因为我今天原本要跟你们讲那个回答问题的，我先把这边解完，好，解完了，好，然后活动的部分呢，你可以前往解阵营任务，如果你有加阵营的话，等级到了以后就可以加阵营。然后，如果你有加帮会的话呢，就可以解帮派任务。帮派任务是哪个？然后我们先去解寻宝任务。寻宝任务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按活动点寻宝任务，一天只能解十次。然后寻宝任务会给你那个寻宝图吧，还是什么铲子找猴子的那个？对，领取寻宝任务。然后呢，你就是去解十次，拿搜宝鼠，搜宝鼠就可以挖一些铜币啊、虚宝啊之类的，反正。就是每日任务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边解寻宝，然后边看，这样你可以看到，像12点半还有这个帮派花灯会，9点的时候会有单人品鉴，对，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在每天的固定时段，以及你等级升到45等、50等、60等、55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今天已经把仙剑问答回完了，对，它总共有15题。你们那天有看节目的话，小熊跟那个 Wins 的节目，他就有玩这个。
15题只要答对10题就可以获得额外奖励，等于说你可以错5题，然后每天要打竞技场啊、师门任务，这都很简单、啊，对，很基本。然后你取保任务你就让他跑，没事的时候呢，你就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造灵额啊，有没有转一转啊，再舔一舔，再泡一泡牛奶，有没有？你的造灵额，再看一下李易如啊，小孩子没兴趣，再看一下唐雨柔啊，转一转，转一转，哎，然后就跳画面。谢谢订阅。巴哈姆特有人有整理哦，对，这个回答问题的，它的题目跟答案通常都固定的，所以如果你想要15题都对，或是一定要答对10题的话呢，就上网查一下题目就可以了。然后昨天有介绍啊，仙侠就是要抽，我这边可以抽，我可以抽给你们看，寻侠按寻侠，然后这个寻侠步靠腰。这个奇侠传就是十抽，你可以把它想成十抽，它只是用一个比较 gay 掰的名字叫奇侠传。然后我有多少宝、嗯？其实我不想抽十抽啊，我就抽个一两抽好了。对，我比较抠，因为这次的工商之力比较弱，力道比较弱，所以我们先节俭一点，不要太用力，好不好？我们先抽个三下，看能够抽到什么。能够抽到什么呢？这边都有写，像是阿奴啊，像我自己就很想抽阿奴跟苏妹，这两个，尤其苏妹，哇，这个棒棒。然后林月如也是棒棒，虽然穿的不棒棒。然后像是携手啊，毒影是夫妻档，其实还蛮 OP 的，还蛮强的。像小蛮也蛮不错的，对，棒棒。神七双也是不错。用那个剑，那个什么，他那把剑叫什么？那个什么寒冰剑，什么副寒冰剑不对，寒冰剑是两费打三点啊。那把叫什么剑？我忘记了，四个字的，一把火剑，一把冰剑。好，我们来抽三下，白痴，不要再叫我实抽了，我就没那么多口口，我只有1400哦，这次工伤之力就比较弱、哦，我就只能抽三下。好，我们来抽三下，来抽第一下，天涯寻踪，来看看是谁会跟着我们走。打开，不对，这到底是啥小？白痴！哎、欸，这个抽不是必中哦！痛快，我的天哪，他才会抽到材料。我真的豆叶痛，我刚抽到的这里是三小碗糕啊！我看一下，它是拿来干嘛的？这个是洗点用的吗？我刚抽到这个吗？不对，我刚抽到这个，传说中天地间精华孕育用而成的精魄，用于奇侠突破的升阶材料。我知道这个还蛮重要的，但我是想要角色啊。我是想要角色，我没有想要。好，再抽一次，来，天涯寻踪，走。我不走了。来，我们来介绍别的。我不要再花，我不要再抽那个。应该有别的花元宝的管道，不应该是那个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可以花元宝的管道。来，啊，这个像是银票宝箱还蛮推荐的。我记得我算过，你花100元宝可以获得10000银票，然后你再拿这10000元票去商会买宝石。你看，你10000银票可以买将近10颗务工宝石，就我们算9颗。然后3颗一级的可以生成2颗，1颗两级的，所以等于你花100元宝就可以有3颗两级的，3颗两级又可以生成1颗一级的，对，差不多是这样，3颗两级又可以生成1颗一级的，对啊，差不多吧，啊不对，4颗，啊、靠腰、啊、算错了，94，所以你有2颗两级的，差不多100元宝大概2颗两级的，反正你可以买银票，像你看我刚刚抽到这个是。你看我刚抽到就浪费啊！你看
我抽到四颗初阶升阶石，等于我只花了四六二四四一得四六千四的银票，可是我其实刚刚的一百钻我可以买一万银票啊！我真的是斗夜痛，白痴！我真的是气死哎、欸！然后这个也有像是一般的 MMORPG 会有的商城，就是像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像有人可以挂卖，然后你自己打到好的东西，像这个是雷文虎、雪文虎，然后左上角有它的品质，然后你就可以挂卖，然后你可以拿你自己的宝物去买。然后为什么我肚子超饿？看我肚子好饿。好，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寻宝解完了，然后我告诉你们寻宝是拿来干嘛的。你在包裹当中会发现有寻宝这个寻宝鼠，你就使用它就会。跟着老鼠，跟着小老鼠去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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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那就挖宝。挖宝就是挖一些虚宝的，虚宝，就是像是材料啊。我刚刚挖到的是鼠儿果，你就让它挖完，没关系，反正就是让它自动挖 ，OK。然后同时之间，我们继续研究一下可以有什么花钱的东西。这是什么、啊？我刚抽到的这个到底是三小叮当啊？好烦啊！我好想再抽一次。你们觉得我应该再抽一次吗？我们先把这个挖挖挖挖完。然后再去唐府风筝会，可是没有，这没有活跃度，我们还是以有活跃度的啊。捉鬼，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捉鬼的？我们先去捉鬼好了。捉鬼一听要捉四十只鬼，这个世界有这么多鬼要抓，我也是不懂。好，我们先按捉鬼任务，然后他叫我们组队，这时候我们开启一个队伍。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一起捉鬼的啊？黄大仙出马，包管事。这个是什么意思？捉鬼。Hello， 有没有人要来跟我捉鬼的？白痴，我要怎么登录啊？登记啊？自动匹配。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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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同伴了，叫雪纷飞。第二个同伴叫小明优。没有，我刚刚没有登录啊。这个三个、四个，还有没有人？哎，怎么那么多人？白痴，一堆人。好，来摸大胖加你好了，摸大胖，好多人哦。好，我们去抓鬼，抓鬼。好，这个时候呢，其他四个人其实是不能动作的，他只能跟着我们的屁股走。我去哪，他们就要跟我去哪。好，然后就一样。这个是比较协力的，像我还是按自动啊，我很懒。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只会这边泡说手游很麻烦，很麻烦。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手游的设计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爱玩这种东西，我就是挂着啊。他现在还要升阶，真的是很神。重点是我拿不到这个阵营任务，等一下去解好了。好，那你就让他抓鬼吧，然后就抓鬼。石器时代没有吧？因为石器时代跟千剑就同一个时期的游戏啊，他们那时候的脑袋就只会觉得回合制不错。你在哪个伺服器？我在第一个伺服器。挂着是你在玩，手机在玩，手机在玩啊！可是我觉得这样超爽的、欸，我不知道哎、欸。以前我也会觉得这样子很无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二期了以后，啊，可能你们到二期就会觉得差不多了吧。好，然后这个捉鬼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队长的话，
你就会有10%额外的经验跟等级，跟奖励吧。然后如果你加你的帮派，你加你的帮众，像我刚刚加那个摸大胖，我加了摸大胖，他就可以有额外6%。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找你的好朋友一起组。老人，我觉得是吧？感觉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其他事情上面，游戏就挂着而已。这款游戏我会玩很久啊，虽然工伤时间是一个月，但讲实在话，我会玩是因为仙剑，会玩比较久是因为仙剑，这倒是真的。我昨天要跟你们讲故事了，但我没讲，我忘记了。还有人敲我说，你昨天不是要讲故事，都在那边食言而肥，难怪那么胖。我就直接回他说，干你娘！我就回他说，暗啊。对，那个我记得仙剑是在我小学还是国中的时候，然后玩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妈没有那么喜欢我玩电脑，然后。仙剑那个时候要花钱买那个光碟，你知道小学生，我小的时候每一天只有50块，早餐中餐带便当，早餐50块，那我中餐有营养午餐，讲错，小学中餐营养午餐，早餐买便当，便当早餐买早餐，早餐50块，你知道能吃什么吗？我只能吃一个蛋饼加一杯奶茶，我就剩10块，我一天只能存10块钱。你知道一片光碟要存多少吗？那时候一片光碟要多少钱啊？是多少钱？500吧，还是300？300还是500？我忘记了。好，不管，反正早餐买便当，怎么你只有10块？我的50块就是要吃早餐的，对啊，我没有零用钱啊。你十块要花钱买早餐吗？不用吧。好，重点来了，反正不管，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钱买那个仙剑光碟。好，可是反正当时也没差，因为我也没有那么想要玩仙剑，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仙剑是啥小。直到有一天，我去我表弟家，你知道我表弟就是霍亚啦，我有很多个表弟，但我其中一个表弟他家比较慷慨富裕一点点，他小时候就有很多他想我们这些这个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会很羡慕的东西，像是什么 PS 啊 ，Game Boy 啊，反正你想得到的有什么的出了他就先有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去他家玩。去他家玩，最新的，不管是游戏啊，或是电动啊，或是什么也都好。对，哇，我连讲故事都会有人订阅，谢谢订阅。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去玩他的电脑。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玩天堂，他也在玩天堂。然后他那时候，后来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原本想要去玩天堂，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他怎么没有在玩天堂。我就问他说：“你是腻了吗？”他说：“没有，这个太好玩了。”然后我一看，就是《仙剑奇侠传一》。我刚刚讲的，如果我有虎烂，我就自己切鸡鸡。然后我就看他玩，我就发现好像真的蛮好玩的。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这个光碟？”对，然后他就借我就带回家玩。然后玩着玩着。我内心那个幼小的心灵，蠢蠢的爱，就被游戏当中的那两个女孩子勾走了。广告时间没有，这不是广告时间，这真的，我讲认真的。严格说起来，我的初恋应该算是姓赵的，对。天堂要点卡，没有天堂的时候。严格天堂的时候，算了，天堂的故事我下次再讲，我以后还有机会。天堂的时候更扯，
我绝对不会说我是偷我爸妈的钱玩天堂，而且他没有在看实况，真的，我没有唬烂你哦，我没有浮夸，而且那时候以前你不会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两个人躺在一起，我不知道哎，小学的时候也不会知道他躺在一起，然后结果小孩就蹦出来了。先见 DOS 就出了，好像是哎、欸，干 DOS 真的超扯的。没有没有，我没有讲说天堂跟仙剑是一起的，是我要讲那个时候的契机是，我去我表弟家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堂宅，然后结果他竟然没有玩天堂玩这个，他就说很好玩。后来他也借我那个什么苍之痕啊，天之痕啊，讲错了又讲错了，天之痕就是那个坐一艘船上面，然后这样子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对不对？反正。那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单机游戏吧，因为我以前就是我比较喜欢玩网络游戏，对，我比较喜欢扮人妖骗人家钱，讲出来了啊，讲出来了，对，反正后来应该说《仙剑》跟《轩辕剑》是我唯一玩过的单机游戏，对，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玩单机游戏，可是这两款是算是小时候的回忆吧，玩过了以后。剩下的其他的单机游戏也没有那么喜欢玩了，因为觉得很浪费时间，老实说。然后以前还有卖那个什么攻略，有没有？它要翻转。以前还有卖攻略啊，然后我没有玩，我不喜欢玩单机游戏，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强迫症，就是那个攻略上面他会跟你讲说有很多虚宝，有很多宝物，对，然后我就会想要把它全部都捡完。就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如果它是有选择性剧情的，就是不是单一结局的，我也会想要全部破一次啊！我跟你讲，我发现这件事情的原因，这件事情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美少女梦工厂》，越办越办，就是《美少女梦工厂》。想你小鱼三，七个月，谢谢订阅，比加瘦的五十腰，感谢你。反正，我后来就是知道自己不能玩多重结局加，这种迷宫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东西要捡啊，要拿呀、啊，然后这个装备去捡啊，一定要捡啊，不然过了以后就回不了头。我跟你讲，过了以后就回不了头这件事情，真的是天杀的最扯爆的爆扯的设计。我曾经有一次，不是仙剑。还是仙剑，可是我记不大得了。26个月，谢谢。重点就是过了就回不去，真的是有够扯淡，我超生气，因为我还发现有一个东西忘了拿，嗯，对吧、啊？对，后来我不玩单机游戏的原因是这样啊，就比较喜欢玩 online game， 因为 online game 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啊，对，真的。好，反正《仙剑》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经典啊，就是自己玩过的游戏当中，对，所以出手游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来找我们工商，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说接，不管多少钱都接，那、啊、当然还是有一些基本价格啦，对啊，因为至少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是发自内心的，啊，前面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干到时候前面的厂商来挤我。哎呀，我做工商都很认真的在做功课，好不好？只是要做这个工商，就相对的功课做可以做比较少，至少仙一我知道，可是仙三我就不知道了。我后来去看了一下仙三的剧情，发现后面没有玩到，还蛮可惜的。对啊，而且仙一最好玩的是仙一还是天之痕啊？我忘记了，反正都是大宇的，这可以讲。就是那个锤子，叮叮叮叮叮叮，那叫什么锤？然后我以前都在那边按滑鼠键，我忘记那个是什么了，我忘了，那叫什么锤？聊天室的仔仔们一定知道，嗯，
风云也很认真啊。风云是因为我爸很喜欢看港漫，然后我家我爸的床头柜有一套不是完整的港漫，就是前段的港漫，然后那个港漫就是风云。嗯，我从小就是看那个港漫，也不是说从小看那个港漫长大了，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港漫。对，我从小就觉得那两个人超帅，对啊，所以风云那时候接的时候也蛮开心的。鼠锤吧，对啊，鼠锤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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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而且以前那个李逍遥就只会九仙呢、啊，最 OP 的技能不是吗？九仙还是九神我忘了，就是那个群体攻击，然后叫一个大胖子出来啊。我爸真的是，严格讲起来，他真的是蛮屌的。从小我家就是打电动的环境。人家都会说什么莫斯莫斯，我以前打电动，我打电动的时候，我父母都会反对。我告诉你，我从小我爸就是带头打电动的那个，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幸福的，就打电动这件事情嘛，我爸会带我去电动玩具店，我是从小养成的。我跟你讲，当职业选手真的不是没原因的。我都在怀疑我爸以前是不是也有职业选手的梦，只是他没有办法。而且我跟你讲，我爸屌的地方是，我以前我当职业选手以后，我就发现我爸很爱玩游戏，然后他就买 PS。那时候我18岁的时候，那时候当选手就是他就买 PS， 然后他就自己在玩 PS。靠腰啊，大吉大利了！哇，我没拿到红包。这个游戏当中会有人不定时的发红包，包含 GM， 包含玩家，他可以利用元宝发红包。我等一下也可以发一个红包给你们看看，我看一下发红包多少钱好了。对，然后你可以选择发帮派跟发全世界瓶。对，我等一下发帮派里面好了。对，然后我爸现在会玩手游，他从页游玩到手游，超扯。嗯。我上次工商的一个手游，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我就说这个账号给你玩，然后他就说啊，他反正他，你知道老人家就是啊，这个游戏我看不懂啊，我玩不懂啊，然后他玩了两个月，然后开了一个公会，在公会里面当大大，超扯，我那天看到他就还在玩，老花眼，然后还要脱掉眼镜，然后在那边看看手游。然后这样子一直玩，而且那个什么，最早之前那个什么游戏，那个被急的，被暴雪急的那个游戏，我一开始知道他玩手游是因为他玩那个玩超凶，当然他没花钱，他最抠了，他连吃个饭都要抠了。我那天要带他吃好吃的，他就说吃卤肉饭就好，对啊。以前他哦 ，DOTA，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应该说我最开始知道他玩手游，是因为我那天就看他在玩 DOTA， 之前看他在玩 DOTA， 我就说你喜欢玩这个，我帮你去问问看厂商可不可以给你一些什么虚宝啊，或者是一些那个、点数啊，然后他就说哦有啊好啊，然后那时候 DOTA 好像还蛮 support 的，然后就我帮他要到，然后就超开心，你知道这是什么另类的亲子互动。我跟你讲，这款游戏，这个礼拜我还要跟我爸妈吃个饭，我就直接跟他说，爸，有没有这个是什么《仙剑》啊？他基本他应该也会玩了，而且他现在好像已经进化到可以玩两款了，同时，那超扯，而现在已经进化到两款，靠关系，那哦拿一点点点数而已啦，又没有拿很多。又不是可以拿到那个可以轰爆全伺服器的，对啊。OK， 我们的捉鬼完成，噔噔。好，这个捉鬼其实是我建议啊，就是挂着，因为它就是要捉一天要捉40次，
然后像你看，我刚刚聊了那么久，我才抓完十次，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撤了。好，那就离开，我们离开队伍，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发个红包给帮派。刀塔也有亲友团，我妈不会杀了你吗？我妈比较厉害的是，她从不会用电脑到会用电脑，她从不会看英雄联盟到因为我比赛看得懂英雄联盟，这是我妈还蛮厉害的地方。讲实在话，我爸我妈真的是蛮屌的。严格讲起来，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年纪，好，我们拿到了这个角色加点，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加点方案。加点方案一，加点方案二，就是让你有一些选择。对，那它会有一个加点推荐，像是它会推荐你要加力量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它什么四力一体，我操，四力一体这个数字好熟悉哦，是哪个游戏升级也是给你五点，然后要点，是什么游戏啊？聊天室有人知道吗？好熟悉哦。四力四五个点数的，风之谷，哎，对，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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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之谷，对对对对对，有风之谷，我有玩，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不是不是 RO 绝对不是四 RO 是等级越高给的点数越多 ，RO 我有玩，对对对对，风之谷，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好，他就会有一些加点推荐，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常用加点是这个，然后推荐分配啊，像力量到160啊，体质到60，那我们就点他的常用加点四力一体，四力一体啊，确认好，那就是升级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OK， 他其实是蛮体贴的。然后我们四十等的时候呢，装备就莫名其妙的再冒出一个坑，对，那你就把你的宝石再牵上去，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级升到了一个等级以后，装备就会多一个坑，嗯，哎，哎，白痴，我的铜币不足吗？强化材料，哦，我是没材料了，靠腰啊，我以为是钱不够。好，然后我们来发。宝石 ，Mona 纠唱歌，真的假的？等一下，我要先工商完，而且 Mona， 我等一下要把英雄联盟的噩梦电脑打破，我才过去。等一下哦，发红包，我找一下怎么发红包，福利吗？不对，哎呀，我有点忘记怎么发红包了，这边吗？白痴，聊天室帮派里面的人一直在讲发钱，怎么发钱啊？发钱啊！红包我找到了，帮派发红包，要发多少？好，发你们这群傻逼100啊！然后红包个数，红包个数可以加几个？最高20个。好，20个红包，给塞钱进红包。然后你看看这边什么？有钱大家花，摸大侠的红包。然后这时候呢，只要有去他妈的，我这个有。这个有去开红包的就会写有钱大家花，有钱大家花，有钱大家花。对，我记得这个字是不是可以改啊？这字好像可以改，对不对？你看这边有钱大家花被抢光了，而且它是随机的，对，就是你不是均分。我操，怎么有人他妈拿到76，有人拿到2290啊？哦，字好像，哎，字可以写嘞啊！这个，我没人格，我爱抽，再发一个，我没人格，我爱抽，
欸，爱可以打爱心吗？啊，不行，现实社会。你问我这宝剑怎么来的？告诉你，现实社会。好，来，我没人格，我爱抽，再发100钻给你们，塞钱进红包。我没人格，我爱抽，我没人格，我爱抽。你看这个世界名又有人发红包了，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有没有？白痴，而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按那么快，到底是啥小啊？超好笑，对吧？再看一下刚刚谁抽到最多，我操，3000，月耀可可，哇，3000比119，真的是有点惨啊！好，我们再看一个活动好了。刚刚抓鬼有用了吗？仙灵幻梦一次刚好，就是来跑跑看。仙灵幻梦是什么呢？欸，我也没跑过了。仙灵幻梦，雨柔这孩子啊！啊，这边说仙灵幻梦，幻梦有普通跟困难，然后他说这应该是打强化装备的哦，对，所以就是要你打。那以我的格调，当然是打困难的喽。少侠需要组队才能进入，好，那我来开一个队伍好了，来吧，打仙灵幻梦喽。快速组队，白痴不要咬我，我这么猛的，肯定是。让大家加我的，谁要跟我一起打仙灵幻梦啊？啊，有了有了有了，摸大胖，那又是你，本多将啊，还有两个。啊，这个组队出现的时候，会在这个右上角的地方出现一个加号。对，你问我这宝剑怎么来的？会出现一个加号。这边天，哇哇哇！好，满了，阿弥陀佛！仙灵幻梦 ，Go！ 只打困难，同意啊！这个你进去的时候还要打，按五个人都同意。然后嘞，就是这里吧，进去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啊，应该就是打怪了，反正应该是不复杂。对，就是打怪而已。对，以我的格调，一定要当队长，帮 QQ。你们《仙剑》最喜欢哪个女主角啊？我昨天是不是有讲过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肚子感觉有变小哎，是错觉吗？还是因为没吃 ？Mona， 你们唱到几点？灵儿阿奴，灵儿月如。柳梦梨哦，这个还不错。灵儿水蛇妖，白痴，灵儿就是一条蛇吧？靠腰啊！什么灵儿水蛇妖？啊，有有，我搭上线了，我搭上线了，他们唱歌团揪我了。所以你们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一代的女主角啊，要么灵儿，要么月如，有没有变态喜欢易如的？真的是变态。
林月如拿着鞭子。其实我觉得龙葵真的也是不错，只是他是胸控，这种有点恐怖，又有点病娇，动不动就要跳下去，这也是不大好。小女孩，为什么我这个一定要自己动吗？啊，有自动啊，我这需要自动了。不继续陪观众吗？观众最不值得陪，你知道吗？哎呀，唱歌的话，等一下看能不能直播嘛，对不对？我看一下，不是啊，他敲了我一下，然后又说又不回我了啊，好啊，现在就是要搞排挤就对啦，不说啦，他现在就是要搞排挤就对了。二代其实我有玩过哎，只是没有那么好。对啊，工商结束，工商其实已经超时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打完这边，因为我这边已经主人了，我们打完这边再打一下那个电脑。嗯，寒灵杀，我是觉得那个谁我还蛮喜欢的，那天那刚刚看到这个苏妹是二代女主角吧，然后是那个妖吧，她是妖女吧，因为她爸妈被那个李逍遥给杀死。然后他就要报仇，对，我觉得苏妹还蛮不错的。然后沈七双其实也还 OK， 勉勉强强。可是真的要选的话，当然还是水蛇妖了，真的。对，而且我以前第一次玩仙一的时候，我还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两个当中选一个，然后就是长相厮守。结果没发现我不管走到哪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死了，这是最靠腰的这个设计。刘亦菲的灵儿最棒，我没看过电视剧，电视剧好看吗？如果好看的话，倒是可以追追看。不过刘亦菲也是蛮正的，说真的。那个人正演什么都好看，拜托，就跟人帅一样，人帅吃草，人帅真好，人丑吃草。对，对啊，死了就不用选啦，真的。这不就石器时代，差不多吧？石器跟仙剑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战斗模式啊，对啊。我知道石器也是回合制啊，可是因为我没有玩石器，所以我那时候工伤好像就没有要接的样子。哎，我们70活跃的，好。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有游戏语音的，只是我觉得太智障了，我不想讲话。对，就是现在手游好像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用讲话的方式互动，应该是手机打字比较不方便吧。以前你用桌游，以前你用电脑的时候打字比较方便，所以打字语音其实不大需要。现在手游的社交环节好像都是语音，因为我听说好像我那天听收贝不是有在粉丝团分享一篇文章吗？他之前工商的那款游戏，然后他的观众在他介绍的那个工商手游上面交到了女朋友，我干，爆扯，真的爆扯。各位阿宅们，好不好？不要再觉得手游是消耗你时间的东西了。找到你的幸福，就从这一刻开始。一堆8+9在讲话，搞不好你也会找得到妹子啊，对不对？不过我讲一句认真的是，网络的爱情不要放太认真。嗯。哈哈哈！网络爱情不要放太认真啊！对啊，刘亦菲演武侠剧真的是，她应该是有被附，不是，这不能乱讲。对，她演的真的很好，她有灵性，就是有那种，妖非妖，人非人，这是称赞吗？应该算是吧，演的很好。不过我魔兽工会里面的情侣档都结婚了，
一对两对，对啊，两对都结婚了，然后都生小孩了，爆扯。然后每天都在那边说，会长，你什么时候生一个啊？我想说，干你老师嘞、欸，到底生三小，自己跟自己生是不是？我就说，我他妈可以分裂繁殖，我就分裂繁殖。每天都在靠腰。都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大我一点，大概三十左右。哎，他们最近又回去玩魔兽了。来时威风，真是一群阿宅。好，神秘小姑娘又出现了。这个一天只能打一次，然后他就是跑一跑剧情，然后跟着组队走，对啊，所以基本就是抓抓鬼啊，他很多那种要一起动的东西啊，然后你就是放着让他跑就好了。魔兽比较有可能，不会吧？我有 RO 的朋友也结婚的，因为我玩网络游戏玩得很凶，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就是都有保持联系，当然没有那么的 muggy， 对，可是就是。大家保持联系 ，Facebook 有加动态，就会啊看一下，嘴炮一下，然后有 LINE 群聊聊天的，对吧、啊？我觉得讲真的是看人啊，没有说什么网络上面的或哪一款游戏的就一定走不久。我之前有一任女朋友也是在网络上面交的，不过走没多久就是了。这是困难的话，最后的王要用单体手动打哦。我们这边队伍有人说了，本多讲说话了，没问题，我们等一下用单体打。每个朋友都结婚了，反观啊，别说了，什么你有过女朋友，我真的是干你老师，我跟你们不同好吗？77了，到底太空分享？你现在抖内就丢就那个、哦、跑不出来哦。干打女生，我要升77了，我哪有打女生？你说我现在这个手游在打女生吗？你到底在空分享？开心玩仙剑，开心玩仙剑，开心玩仙剑，大家又在抢东西了。这个开心玩仙剑感觉就是剧院发的，会抢这么哎、欸，太多人了，哇，哇，哎、欸，我后来想想，这个队长如果睡着了，这是 boss 了吗？哦，这应该不是。我有一任女朋友，但她去当兵了。到底攻三小？哦，你们是说我交了那个网友，然后去当兵？白痴，就见过面哦。然后就是在一起多久啊？一年多吧。对啊。哦，要专打他是不是？好，我们用。修罗杀，手动打王，好，没问题。你，好，法术，你看这个修罗杀是单体攻击三次，打你个王八蛋。好，大家集火，咻咻咻啊！搞半天我最猛啊！打完了，一年多才发现对方是男的，靠腰啊！
这样就不用手动了吧？这样应该可以自动了吧？胖子有工伤之力没有啊？这次工伤不大给力，工伤之力不大给力，不是工伤不大给力，就一般般而已。好，我们打完这只以后应该就结束了。公，我要去当兵了。见面是因为你们两个同梯吗？靠腰啊！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大于你们这件事实，傻傻。摸死什么时候才要跟贾伯斯一样被魔镜开除呢？应该是王继德，这个故事剧情应该是王继德篡我位，然后，然后，而且贾伯斯有被 Apple 开除吗？是 Facebook 吧？贾伯斯有被 Apple 开除？哎，好像有啊，你对。哎，我怎么快死啦？Facebook 也有不是吗？ Facebook 那叫什么？马克 书中先化作了一本书，不要打开，你一打开，一切都会消失不见，好吧？啊，这就是那个剧情，对吧？爹爹，爹爹回来啦！啊，李爹爹，您回来啦！唉，李逍遥就是一个渣男，长大以后才会知道，他就是一个渣男。我不过就是个笑话。OK， 通关，然后就是抽一下东西。这个手游，我觉得是剧情比较重了，你就是怀念而已。嗯，好，我们打完了，而且我们也升到41等。OK， 退队。这个我比较急掰，退队的时候不跟大家说拜拜。对。但你们不能那么急掰，你们退队的时候要跟大家说拜拜。好，今天工商到这边，《仙剑奇侠传》什么大禹2016年倾心巨匠之作，全新经典逍遥游，它的名字就是这么长，好不好？有兴趣的人可以扫一下 QR code 去下载，对，然后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聊天室都会有那个下载人下载连结，对不对？然后下载以后，我在衣服。不过我的帮派已经满了，所以你比较没办法跟着我的进到我的帮派一起玩。对，不过没关系，这款游戏还是值得你，如果是一个仙剑迷的话，可以稍微回味一下。反正玩玩你又不花钱，对不对？啊，说不定你会花，就跟我一样，为了赵灵儿，我花了300块买到了赵灵儿，好爽。好，我要来打这个英雄联盟噩梦电脑，梦魇电脑了。